discuss. Okay, Big An. What I call Sahang Zhong Gao is Chelsea. They hung what I call Kitchen Pew Research a Poco, taking a Poco. The Poco Kong Chile, the Biko, a Zhong Gao, a Chile Jinso, a Chinka, as a Kam Chira. The Big Kong Til Chile Kitokao, Jinso, the Kam Chil. Kong Biko Chini Chinga, each day she Kong Ji Ling Ling Chit.阿加二零零四啦，哈，啊二零十四啦，哈，安尼七年久的变化啦，哈，讲七年前哈，的基督教有78%的人口是基督徒啦，78%，啊，即马到去年2014变做70%啦，安尼七年久就减少8%去啦。啊，那改个讲基督教，各改分这个新教、甲旧教吼。这个新教 （Protestant） 吼，本来是51%，变做46%了吼。啊，这个新教各改分，讲一个福音派甲这个主流派吼。福音派吼，减少较少了吼，变26%。减变做25%啦，哦，啊，这个主流的 mainline Protestant 吼，哦，是18%降为14%啦，降较侪去啊吼，哦。啊，天主教咧，本来23%，今嘛降做20%。啊，那讲起讲其他的宗教。一般拢有咧增加啦吼，即个犹太教吼，本来是1.7%吼，这是七年前啊，即嘛是1.9%啦，有小可啦增加啦。啊，回教咧，本来是0.4%，即嘛变做0.9%，这是加倍以上啦吼。啊，即个佛教吼，讲0.7%。七年前，现在也是0.7%啦，无变化。啊，这个印度教是0.4%，变做0.7%，所以啊，关较有关起来了吼。啊，佫一项就是讲 unaffiliated， 啊，这也是叫做 the non-nones 啦 ，the non。这包括这个无神论。不可知论，啊，卡其他是有信宗教，但是无要去教会这款的啦吼。这款的有咧增加啦。这个无神论甲不可知论吼，七年前是4%，即马变7%啦，哦，特别加倍。啊，其他遐个讲是因是 spiritual。唔是 religious 加吼，12%，啊，对12%变做15%啦，有咧增加啦吼。啊，即马问题就是讲，是安怎？即基督教，即个人数安尼渐渐咧消失啦吼。讲迄个原因就是讲，迄个第二代啦，迄少年的吼，无爱去教会啦。遐拢转去迄个 the non unaffiliated 遐去啦吼。啊，即马迄个理由，为什么即个 the nones 啊是讲 unaffiliated 有咧增加，安尼一直增加？哦，那是迄个总数是本来是16%变做22%去啦吼。我想吼。有真侪原因啦吼，啊，至少我来讲三项啦。第一项就是讲，因这个新的时代，即个少年的吼，对迄个 religious right 的反感。即 religious right 就是咧指讲，有诶基督教伫即政治上
咧反对这个堕胎啦，反对同性恋这款、迄个声音啦，对宗教出来吼，啊，少年人袂当接受啦，反抗啦吼。啊，第二个原因，我想是宗教的内底有真侪迄个性侵犯的消息啦，亲像天主教，咱拢知影。啊，安尼嘛是引起即少年的反感。啊，第三，我想是即个少年人吼，比较较有迄个怀疑的态度啦。伊拢常常爱要问坏坏啊，啊，所以因无随便接受这个宗教的这个信仰，伊拢要爱讲问讲坏，啊，普通这个传统的这个宗教的信仰吼，拢无法度通满足因的疑问啊，啊，所以这个少年呢，一辈吼渐渐拢。失去这个宗教的兴趣了。啊，即马第二项，我来讲起讲一个 rabbi， 这就是犹太教的立碑吼。Evan Morfick 又写一篇文章啦，讲 Is it offensive to say Old Testament？ 讲是唔是讲？讲这个古约啦 ，Old Testament 古约这句话吼，是不是啊？你 offensive 就是予人安尼反感啦吼。伊讲有啦，犹太人吼，有会听到讲，你讲或者啊，古约甲新约安尼咧区分啊，哎，叫做古约。有的猶太人吼，猶太教徒吼，无欢喜啦。伊讲的安尼，那像讲是新约是 supersede surpass， 讲安尼超过新约啦。讲安尼无啦，讲新约该超过去啊啦。安尼变作讲旧约是较浓哦，会互感觉安尼啦吼。啊，一个立碑 Rabbi Rudin， 伊讲。伊足唔爱用即个古约即个名啦。伊讲到即个古约吼，那想咧讲起讲犹太教是已经和即个基督教来给代替去啊啦。啊，即个新约是比古约搁较优越啦 ，superior。所以伊唔爱用即个 Old Testament 即个字啦吼。但是写即个文章即个作者。伊有讲起讲，伊咧用伊是 rabbi 呢，啊，但是伊要用这个 Old Testament 吼、哦。伊讲这个 Old Testament 吼、哦，这个名词唔是理想啦，但是比其他的这个名词搁较好啦。哦，啊，伊咧提出这个原因啦吼、哦，因为有人讲，迄古约有个叫做 Jewish Bible。Jewish Bible 就是讲，这个古约就是对犹太人产生的啦吼。伊讲这无啥妥当啦，因为这个古约嘛是基督教的这个圣经的一部分，唔是犹太人专有的吼。啊，有个人讲啊，无这个古约叫做 Hebrew Bible。讲 Hebrew Bible 是描写讲这个古约是用 Hebrew 希伯来文写的，无唔对啦。但是呢，伊讲现在吼，大部分的犹太教徒甲大部分的基督教徒读这个古约，无咧用希伯来文咧读啦，迄是除非是迄古约的专家靠咧。读起来希伯来语了吼，伊讲 Bible 这个字吼是拉丁文来，迄个叫做 book 啦吼，啊，迄多数啦，因为
圣经是作者不可爱给综合起来了。哦，伊讲那个学术的这个描写吼，这个古约叫做坦纳克，坦纳克是包含三个字啦吼。第一个字就是 Torah 就是五经这个经典，这个哦 Torah 吼。啊，第二诶，这个部分叫做Nevin， 这叫做 Prophet 啊，神的一切啦吼。啊，第三是 Katovin 啦吼，这就是讲 the books 啊 ，the writings。古约有包含三个部分啊，这就是这个五经、先知书啊，加这个册啦 ，writing。伊讲啊，所以这个较学术的写法是 Tanakh， 这个三个这个头啊的字拢给连做伙啦。伊讲用这个来称呼古约吼。先过学术啦，普通嘅人唔捌啦吼。但是吼，伊感觉讲，伊要用这个古约 Old Testament， 讲 Old Testament 这部唔是 outdated 啦，唔是落伍嘅这个称呼啦。伊讲 old， 讲这古吼，有迄个代表 respect and wisdom 嘅这个。这个含义啦吼啊，所以伊感觉讲，伊是继续要用这个 Old Testament 啦。对安尼看起来吼，这个犹太教导吼，也是意见无讲一致啦。有个人讲要用 Old Testament， 有个人讲无爱。今仔日有个基督徒吼，就咪讲。新约已经代替旧约了啦，啊，所以安尼表示讲，这个新约上重要，啊，旧约无什么重要啦。其实，咱按知影讲，你若唔知影旧约吼，你无法度了解新约啦。不但安尼，耶稣迄当时的圣经是甚么？就是旧约啊。耶稣迄当时也无新约啊，新约是个。个以后三圣的啊，啊耶稣的教训，讲听上帝、听厝边、亲像家己，这嘛是拢对古约来的呢。所以耶稣咧讲教吼，嘛拢对古约提出来。哦啊，最后我来讲一项啦吼，这是对这个叫做一期的这个 Princeton Alumni。Weekly 啦吼，这个教授咧写讲 ISIS 的 primer， 这个我唔是 Princeton 的好友啦吼，但是这是妄镜啦吼，接到的吼，啊伊人无伫遮，所以我接到我就给读啦吼。现在这个 ISIS 吼是现代的这个大问题啦吼，啊所以。这是对宗教产生的啦，所以咱嘛就爱了解讲，到底这个 ISIS 是甚么回啦吼？啊 ，ISIS 这个字吼，就是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 所以啦 ，ISIS 啦吼。这个咱普通人。讲 Islamic State 啦吼，起码咧争论讲，伊讲，这个组织吼，这个是因人民，这是一个国家呢 ，State 就是国家啦。伊这个建立一个 Islamic State， 伫这个伊拉克、叙利亚拢包含啦吼。讲这个国家是 Islamic 吼。现在有争论啊，亲像这个奥巴马，伊都无要讲这个组织是 Islamic 啦。伊讲
这个组织是 violent extremist 极端的这个恐怖的分子啦，伊要安尼讲啦。伊是安怎？这个奥巴马无要讲这是 Islamic 就是讲回教的啦。伊讲伊呐称呼这个组织是这个回教吼。会侮辱到回教徒，因为大部分的回教徒反对这个极端的组织啦，啊，所以讲到这个组织，伊拢不爱讲这是 Islamic State 哈。这个教授咧描写讲，这个教授是这个 Near East 的专家啦，吼。伊讲 Islamic State 吼是一种jihadi Salafi movement 啊，是这个运动诶产生诶啦吼。啊，这个有啥物特色咧？伊讲伊诶特色是讲，伊是。是回教这方面呢，对《可兰经》、对穆罕默德的言论，拢是 literal interpretation 啊，照字解说，照字相信啊，绝对安尼相信啊，吼。啊，因会使采取暴力的 violence 的手段来达成因的目的啦，吼。因这个 ISIS 对因组织的人是优先，啊，那对无属于因这个组织的吼，其他回教徒嘛是安尼，其他甲无唔是这个宗教的吼，拢是看作敌人啊。哎，咁要了解这个 ISIS。Islamic State 吼，爱对这个政治经济的方面来了解啦吼。讲对政治上来讲吼，讲这个 ISIS 吼，是咧 condemn 这个现代世界，谴责这个现代世界，谴责这个西方的文化，因为讲伊就咪讲遐的文化含因所了解的这个回教无相啦吼，因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回教的国家啦，它叫做 Islamic State 啦吼 ，State 啊，因采取这个暴力的方法吼，包括。Suicide bombing, mass slaughter, enslavement, beheading, 太头了 beheading 哈。伊讲，这个组织是对这个这个组织哈。本来是对阿卡利亚安尼突出啦，阿卡利亚是极端的分子啦。但是这个组织吼，对这个技术足捌的啦，会当用 Twitter、YouTube、Facebook 安尼去宣传来吸引这个少年人来参加啦吼。伊讲这个这个 Islam State 会安尼产生出来吼，美国侵略 Iraq 是一个大原因，因为2003美国将这个 Iraq 这个政权，这个 Saddam Hussein 给推翻吼，2003发生的啦吼，这个影响到因的产生。是安怎讲的？这 Saddam Hussein
因这个回教有两派啦，一个西爱，一个逊尼。这萨达姆·赫伊是，伊这个吼、哦、啊，伊是逊尼。啊，伊吼、哦，但是这个伊拉克、伊朗，这是属于西爱。这个回教两派吼、哦，这个逊尼是会使讲是迄个较主流的啦，总那回教全部算起来，大部分拢是逊尼啦吼。啊，这西爱是较属地较细，较非正统的，啊，拢集中伫伊朗啊加伊拉克啦吼。啊，这个萨达姆·胡塞伊迄是伊迄是逊，伊即个是叫做逊尼啦吼。啊，逊尼伊从和美国推翻了后吼，美国和即个西爱起来政权。啊，即个西爱即个政权咧压迫逊尼这个人啦。啊，因为安尼吼，即逊尼吼起来咧反抗即个 ISIS。对下就出就三星啦吼，啊！这不但是伫伊拉克啦，伊讲伫这个叙利亚也是安尼啦。叙利亚这个阿萨这个政权吼，这个是这个叫做伊是西亚。伊一个领导是少数的，这个叙利亚多数的百姓是逊尼啦。啊，因为伊的这个专政吼，伊这百姓大部分的逊尼要起来反抗伊，啊，所以对安尼啊产生这个极端呢。所以这个。极端的分子对这伊拉克加逊加这叙利亚两个合起来，安尼出来了，所以叫做 Islamic State of 或者 Iraq and Syria 了哈。对经济上来讲起来哈，伊讲阿拉伯的这个国家大部分拢是。corrupt 啦，诶，政权啦，腐败啦吼，讲经济大权拢是这个政权者咧落啦吼，啊，这少年人找无工课啦，生活无安定啦，啊，这 Islamic State 吼，啊，你有一个理想诶，这个 alternative， 互因给因吸引来啦。一旦给因包装，一旦给因保护了吼，啊，所以哦，经济原因吼，这个 ISIS 会兴起了吼。照这个教授的这个预测吼，讲这个 Islamic State 吼，讲未当讲永久存在啦，因为这个美国有联合其他的国家。安尼要改消灭啦！咱昨昏有看到这个 news 讲，奥巴马即马要增加450个美军吼、哦、来伫这个伊拉克所在吼，本来就有3000美军伫遐，美军伫遐唔是咧真正咧战争啦，是咧做因的advisor 啊咧甲因指导。啊！你給他們，你給他們保護吼，啊！佮即馬佮佮增加吼，因為最近即個 ISIS 吼佔領國內大都市啦，啊，所以變作講美國也都愛迄落啦，愛佮加強啦，啊，所以共和黨的感覺講你450个嘛無夠。因共和党比较较爱战争，讲都爱国较济，啊，但是这个
奥巴马吼已经惊到啊，知影讲迄阵不是吼安尼送遐侪美军去侵略这个伊拉克了后吼，拢影响这个美国的经济，啊个中东的大扰乱，拢嘛是这个不是送这个军队共侵略甲产生的啦。所以安尼讲起来，咱爱知影讲这个。ISIS 現在現在在這個現在的世界，這個恐怖分子大家很怕喔，美國有責任啦，因為美國去共侵略，啊，讓他們產生出來，好，我講這樣，謝謝。